广西南宁蛋壳公园体育星球综合气膜运动馆，项目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，于2022年1月开工建设，当月完工。该项目是公司布局西南市场的重磅力作，是目前西南地区最大的气膜运动馆。结合南宁当地湿热的气候特点，气膜运动馆智能化的整体解决方案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，馆内恒温恒湿，带来更舒适的运动体验。